在下个礼拜呢举行一个 Step Dance 的舞蹈大赛，到时候呢会有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来参加我们这个盛况空前的这个表演，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哦。对，最重要的别忘了，请继续收看今天更棒的金曲龙虎榜。播放的时间了，哇！这个星期啊，在国语歌曲排行榜部分呢，这个新进的专辑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哎，还有一个是我们开榜以来第一次发生的状况，那就是啊，自己跟自己的专辑同分同名。怎么说呢？我想待会儿你看了就会知道。首先为您揭晓的是我们这个星期的一些新进的专辑。只能是你，第一张王靖雯的专辑《迷》，吴奇隆的专辑《想找一个地方》。来自香港蔡琼的专辑《情缘》，这是港星关淑怡的专辑《难得有情人》，林慧萍最新的专辑《梦醒心碎空叹息》。哇，高人杰回到歌坛了，《我的翅膀》这张最新的专辑，小巨人 Tim Robin 唱的专辑《反复》，这是姚佩佩精装大戏第二集。有来自香港的，有台湾本土的艺人，哇，每一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最新的成绩能够呈现给大家一块来欣赏啊，所以邀请你好好的来听听啊，接下来投下您最神圣的一票给他们。那么接着呢，哎，这个星期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居然都没有新进榜的哦，所以我们接着再来看看第十名到第六名的部分。第九名伍思凯《再是你》已经榜16周，是目前前十名当中代表最久的一张。第二个第九名，苏有朋的专辑《珍惜的背包》，今晚2周的专辑，苏朋努力介绍之下，销售不错的成长。这张专辑呢，小怪刻意走软调的路线，听起来很轻松，歌词呢却深具意义。第八名，张学友的《祝福》进榜14周了，上周第六名。第七名，哎，也是一位港星郭富城的专辑《天涯》进榜7周了，上周第五。很有趣啊，这个苏有朋、伍思凯他们走的都是实力派的这个歌手路线啊。那么这个港星啊，郭富城、张学友呢，都是属于偶像兼具实力的艺人，哎，都缠斗在一块呢。那么第五名到第一名，我告诉你还有更精彩的，自己打自己，怎么个打法呢？待会儿千万不要错过。同时，闽南语歌曲排行榜也邀请你一起来了解。进行新的竞品哟，沈文成啊出新的专辑了，来给你框麦啊，三郎海一嘞，云中月，温中归啊，这是沈文成沈大哥的最新专辑哈，俺们在六盖一波哈啊，阿进来过来听第五名到第一名，第五名这是第一次进榜，潘丽丽的《画眉》，鹿晗秀根据潘丽丽跟她果农丈夫的爱情故事，为她谱写了很多她个人独特风格的歌曲。雷喜明啊，《红红红》，红速短进榜8周，上周是第三名。这个星期没有第三，两个第二，第一个是《胸脯心经》，是张秀清的专辑进榜11周了，上周是第三名。张秀清呢，这张还是延续她自己独特的唱腔。Daily 造笔嘎笔，林彦如的专辑进榜9周，上周是第一名。林彦如跟张秀清一样，都是比较传统的路线。我们来看第一名。碧红陈美凤郭富金棒位已经榜4周了，持续的第一名。陈美凤呢，这么多年下来在秀场有过相当的歌唱经验啊，如今呢将每一个演绎的环节都给串联在一块儿，有主持的风采，也有她演艺界累积下来秀场的一些经验啊，所以在这张专辑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呈现，我们也恭喜她。那么也希望呢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将你所喜爱的这些专辑的歌星呢填在明信片上，投票参加我们的这个金曲龙虎榜的排行榜票选活动，你的每一票对于他们都非常重要哦，希望你能参加。那么待会儿呢还有国语歌曲排行榜第五名到第一名，也邀请你一起来了解。我声音有几档小，好，没问题。你真的要回去帮我声音有几档小。
这个星期呢，在第五名到第一名部分呢，哇，又有一项记录啊，是我们这个自从金曲龙虎榜举办以来呢，第一次创下的。什么记录呢？那就是一个人同时有两张专辑在榜。其实同时在榜有两张，这也不稀奇啊。哎，前面有很多郭富城还有三张的，但是居然两张还是同分的，哦，显示这两张专辑啊，实力是不相上下。怎么回事呢？我们赶快来看看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五名，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集友情、爱情加上亲情，齐秦这张陈述近两年来的心路历程，获得很大的回响。第二个第五名，又是齐秦的专辑了，《黄金十年精选》，收录齐秦十年以来的转变，回味呢。欢笑以后带着第四名，许志安的《想说》。在香港口碑太好的许志安，在国语歌坛的发展似乎不如想象的顺利，但他实力派的唱腔，最近呢似乎已经被消费者注意到了，我们也祝福他。第三名 ，Every Boys That's the Way。虽然最近呢他们并没有在台湾做宣传，但是他们轻快的歌声，很潇洒的舞步，却让大家怀念。第二名，哇，陈淑桦《爱的进行时》，相信这是第一名呢。这个里面挤到第二名了，第一名是谁呢？我们赶快来看一看是谁呢？再度恭喜巫启贤太傻，进榜九周上，这是第二名。巫启贤真的一点都不傻呢，推出这张精选集之后啊，让他在排行榜上，嘿，可是走得相当愉快的呢。好奇怪啊。好像最近对大家对于这个精选集似乎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们也发现啊，只要是好的歌曲，不管是多久，不管是谁唱的，只要歌好，大家都还是会非常喜欢的。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有赖你那一票，才能够知道哪些专辑受欢迎，哪些专辑是大家不喜欢的哦。票选办法看在的《民生报》上，希望下个礼拜票箱里能够看到你的选票。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这个歌唱的技巧进步很多，很用心嘛。要谢谢陈奕迅教我啊。他投球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让我高音进步了。